这些娘子咋穿一身白呀？亲家还穿一身黑。待会儿咱是这个，咱不是带着大枣花生的吗？你那不还背着糖呢吗？待会儿咱给大伙散散，热闹热闹。对，咱发点花生枣，让孩子早生贵子。 爸爸。
请喝茶。谢谢妈妈。你妈妈呢？可能在路上吧。没有，找遍了。 走吧，没人了，都快，没人了，快点！这个戒指有点小，你会不会介意？ 你今天就是套一个铁环在我手指头上，我一样会觉得很幸福的。我努力，早晚有一天让这个戒指变成2克拉的。为什么是2克拉的？为什么不是5克拉、10克拉？ 谁啊？哎，你怎么跑我们屋里来了？妈，我知道你疼我，想让我开心，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也没有必要让田冲瞒着我。我选择了他，我就不会在乎他有没有钱。 我也是灰啊，是我，啊，对不起，那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又躺上了，但是我药没了，好，我马上就去。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你的医生嘛，正好今天我值班，也算不上什么打搅。<笑>你总是那么会安慰我。<笑>女儿大婚完毕，这回你该有时间到美国去治疗了吧？ 魏红，你刚干什么去了？出去透透气。透气？哦，那戒指是怎么回事啊？我是心寒，我怕天冲拿不出一个像样的戒指来，所以我去买了一个。我还再三告诉他，别告诉钟会。 我没想到他还是告诉这个人就是一个小肚鸡肠。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怠慢了他的母亲，他就一直在怪我。但是我道了歉了，你说还要让我怎么样？你别看他平时一副受气包的样子，心里面可有主意呢。 他现在是在用一个母亲对一个女儿的爱，在报复我。哎呀，这大喜的日子，
你还闹成什么样子？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们的女儿太不领情了，就是我错了，我是好心啊。是啊，好，别难过了啊，你想多了。天成，我算你狠。你好，姐夫啊，你起得真早啊！啊，做饭呢。嗯，你看我能帮你干点啥？你还会做饭？我会啊。真没想到啊！来吧。不过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口味呢。阿姨啊，有的时候很挑剔的。对，那我再学习学习。哎，对了，姐夫啊，你有什么忌口吗？我没有，我啥都能吃。啊。哎，这个是啊，这是叔叔浇花的那个水壶。那我去浇花。好。啊。爸，早上好。好。天成，昨晚为了戒指的事儿啊，你妈很伤心。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您说。这件事情呢是因你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是不是该给你妈去打个招呼啊？该。她起来了吗？嗯。好的，我明白了。妈，进来。妈，昨天我这事儿我不想再提了。我只是希望我的家庭不会是因为你的到来而增加我太多的烦心事。我也希望你能早一点真心的融入到我这个家来。做得到吗？那好，你去跟钟慧说，让他不能整天的想着玩，让他跟我去公司上班，让他早一点从我手里把公司的业务接管过去，行吗？我尽力。哎，田初，你怎么不吃啊？哎呀，这都是一家人了，不要拘束啊。我没拘束。田初，嗯，干嘛老喝粥啊？吃点菜。田冲啊，我们家的饭菜啊，都是小晴负责。以后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啊。哦对，要是你有手艺啊，可以自己去下厨。哈哈，在吃的问题上，千万别亏了自己。
好，嗯。你要干嘛？我给您再盛一碗啊！您不是说早上要吃饱吗？是，早上要吃饱，我吃饱了。再说了，今天是喝粥，把肚子撑得老大老大的，你觉得有意思吗？嗯，你粥挺好喝的呀，我能再喝一碗吗？那老周，那我就先走了。哎，今天不是周日吗？你怎么还去上班啊？加班。来了。天珠，哎，你看这会儿你放松下来了吧？哎，以后啊，不要怕你妈，她就是这么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刀子嘴啊，豆腐心。你急急忙忙的叫我来干嘛？来，你昨天那疼痛突发的时候啊，这个检查报告经过蔡医生、杨医生和我一起会诊，我们认为呢，你的癌变部位的突发疼痛不是普通的病理疼痛，而是癌细胞在继续扩散。如果你不接受治疗的话，疼痛的周期将会缩短，疼痛将会一次比一次加剧。会引起生命危险吗？如果用药及时，暂时不会。不过你不能排除，不能及时用药，会引发间歇性的休克。那我就把你配给我的药随时包里带着就行了吗？魏红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你现在的癌细胞扩散了，不是随时用药就可以抑制病理带给你的痛苦了。所以你这次必须接受化疗，否则你的情况将很不乐观。化疗，也就是两周一次，一次五天，不过得住院治疗。就当是出差嘛，你正好借此机会可以把工作交给钟慧啊，让他也锻炼锻炼嘛。天哪，我怎么会有五天时间？一周五天。再说化疗的副作用很大，就光掉头发这一点我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到时候你说在家里这个头发就一把一把的往下掉，不家里人全都知道了吗？不行，真的不行的。魏红啊，开始做的时候情况不那么明显，而且我们可以适可而止嘛。他一上上去你就控制不了了，我只是希望我疼的时候你给我止疼，谢谢你。就怕到时候连药物也止不了你的疼。魏红啊，你可以有这样那样的理由隐瞒你的病情，拒绝治疗，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拖下去不治疗的话，一旦你真的走了，你的公司怎么办？你的女儿怎么办？你以为你不治疗就是对他们负责吗？所以你要好好的治疗，争取更多的时间照顾他们，安顿他们才好。你如果实在不接受化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做放疗，放疗可以不住院，随时治疗完就可以回去。我就同意你这个方案，放疗。陈总，这是太岳大厦整修项目施工人员的费用支付文件，请您确认我签字。验收了吗？你让我签字。啊？什么？什么？我说这个大楼验收了吗？你让我签字付款，谁负责这个项目的？把那负责人给我找出来。这个什么这个那的，上班就知道聊天是不是？陈总，怎么了？他
他都不知道这个大厦有没有验收，居然让我签字付款。陈总，您看，泰悦大厦的整修方案本身就是由甲方负责验收的，只要他们没有提出异议，我们就必须按时打款。你忘了？对不起，我真的忘了。对不起，小陈。没关系。最近公司的事情比较多，我情绪有点急躁，别往心里去啊。把这文件送到我办公室来吧。好。恨着怕，受着磨。老公、啊，哎，我老婆来了，一会儿再说。哎，老公啊，我有个事儿呢，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昨天给20000块钱又花光了？不是钱的事儿。你给我那20000块钱呀，我根本还没动呢。这两天呐，我的手气可好了，我又赢了20000呢。行了行了，你输多少赢多少，我不感兴趣。说什么事儿？我是想跟你商量。你看，嫂子让钟慧去公司去工作了，那咱们就应该让钟毅也去公司工作呀。你是说这事儿啊？啊。哎呀，这事以后再说吧。哎呀，老公，哎，你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吗？你让我干什么呀？你呀，明天一上班就去找嫂子，跟她说，让钟毅啊来公司上班。我去啊。啊。哎，我去不合适啊，要去也得你去啊。你看你，到关键的时候你就掉链子。我可不是掉链子啊，你想想看，我要是去找那陈伟鸿，那陈伟鸿肯定在我面前摆那么一副执行董事长的嘴脸吧？我是最不愿看他这副嘴脸了。可你去就不一样了，你去呀，陈文龙以为是你们女人之间谈孩子的事呢。再说他心里就是10000个不愿意，他总不能剥夺一个母亲的心吧？啊，哎，你说的有道理啊。那就这么定了，老公，明天我就去找嫂子说。行。嫂子哟。何丽啊，哎，你怎么今天有空来啊？嗨，我找怀英有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哎，怎么，嫂子？嗯，你这衣服从哪儿买的？真好看哎！哎呦，旧衣服，前两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是吗？啊，我就没见你穿过呀。哎呀，哦，对了，我听说钟慧要来公司上班。啊。从英国回来了，我不可能总让他在家里待着吧。再说我也挺后悔的，这些年我就是做生意赚钱，做生意赚钱，忽略了对他的关注。行了吧，你已经把钟慧啊调教的呀跟那大家闺秀似的了。哎，这孩子呀越来越懂事了，知道来公司啊帮助你多好啊。不像我们家钟毅似的，这个小子呀一天到晚的从早晨开始不是打游戏，哎，就是泡网吧，要不然就是那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一天到晚没一件正事，都快把我给愁死了。你看我们家环云呐，这精力啊全都扑在咱们公司上了，起早贪黑的，你说晚上回到家了吧，想跟他说说孩子的事儿吧，人家老先生靠在沙发上那呼噜早就打起来了，真是把人愁死了。哎，嫂子，要不然干脆这样吧，让钟毅啊就到你公司来，你也好好的替我管管。那孩子愿意吗？嗨，管他愿意不愿意呢，钟毅啊最听他姐姐的，也最怕你。就这么着，明天啊我就把他送来啊，就这样，我走了啊。那怀云什么意见啊？怀云呐，他听我的，走了啊。哎，站好，我跟你说个正事。干嘛？严肃点。那个，给你提个小建议。建议？咱昨天好歹是新婚之夜啊。你说你过去放那一炮干啥？我没跟他急，我好好跟他说的，我听你话好好跟他说的呀。你就不该说。你说你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你应该扮演我和爸妈之间的一个润滑剂。你得起到一个润滑、一个顺溜的作用。你顺溜了，他们顺溜了，我也顺溜了，一家其乐融融，多热乎，多好啊，是不是？你说你现在整这一下，
本来人就看不上你。谁能看上你啊？啊？哎，去的。哎，你说你这绝版球衣能不能给我扔了？我这不恼火吗？我要说多久啊？你以为我刚才干嘛呢？你总是这样，你这辈子没完没了吗？不用这个。怎么不用啊？哎呀，多扎脖子呀！你这露着多丑啊！我妈看见又该说你。我跟你说正事儿，润滑剂，你知道吗？哎呀，你这皮带，你这三千多的皮带怎么在你这儿？哎呀，润滑剂呀、啊，你听明白了没有啊？我跟你说正事儿，你怎么一句都静不下心呢？走吧，回家了。够呢，你总得回家呀，对不对？嗯，老公，嗯，你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哎呀，我可又怕你说伟大的想法了。我们去度蜜月吧。你踏踏实实赶紧上公司上班得了，在这大宽那边等着我呢。拜托，结婚好不好？没有蜜月的结婚能叫结婚吗？怎么什么事到你嘴里那么有理呢？我就这样随我妈。怎么样，想好了吗？去哪儿？回家。回来晚了，要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爸爸到现在惦着还不睡觉呢。我以为他睡了，赶快下去给他打个招呼。哦。爸爸。哟，小慧回来了。嗯。爸爸回来了。嗯。哎，回来就好。你妈呀，都惦记死了。一个劲儿在阳台上看你们呢，他们俩胡说些什么呀？这是你们都上哪儿去了？我们去夜市了，妈，我发现商场里有好多东西，夜市里都有卖的，而且特别便宜，所以以后不用逛商场了，逛夜市就好了嘛。我今天还吃着棉花糖了，爸爸。又跑出去乱吃东西，我怕吃坏肚子啊。他老在我高兴的时候撒我的性，谁让我是你妈呢？嗯，啊，哎，不早了，你们回去睡吧。好。妈，爸爸，我们想去度蜜月。那不行，过两天我要出差，公司的事情我想让你关照一下。等我出差回来再说吧。对。对什么呀？对。妈，您出差跟我们度蜜月也没有冲突啊。以前我没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您出差不也没耽误你公司的工作吗？我什么时候对你们公司变得这么重要了？再说度蜜月嘛，是结婚以后的心情，等您回来以后都凉了。我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拧呢？妈没说不可以去，只不过是说晚几天而已啊。什么晚几天呀？他就是不想让我去，就是不让你去，怎么样？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结婚了，就是不让你去，怎么样？这个是妈，这是他给您买的小衣服，可漂亮了。爸，你看他给您买的鞋，也不知道您鞋号大小，他说我们俩脚差不多，就用我来试。一会儿您得试。钟慧啊，家里边费时费钱给你们举办的婚礼，该满足了吧？啊，可以啊，我可以再给你两天时间休息，两天以后必须要到公司去上班挣钱。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们俩没有那个义务白白养活你。我不去。走啊，田冲。田冲，你答应过我的，让钟慧去公司上班。哎，没什么事了，回去吧。这是他给您买的小衣服。爸，这个鞋不知道您合不合适用我的脚试的，一会儿您试。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又怎么了？玩一圈回来了，没准一高兴啊，过去那些事儿就全过去了嘛。
但是你的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一玩起来就玩疯了。我何尝不希望我自己的女儿能够高高兴兴的度一个蜜月呀？但是现在，她如果不早一天从我手里把公司接管过去，我能够安心吗？我本来是想趁着我这出差的机会，让他尝试着去接一些公司的事务，学着管理一下公司，体会一下管理公司的艰难。一旦我走了，他也就可以上手。真的，我真的跟他耗不起时间。什么耗不起时间？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吗？你跟我不一样，这日子还长着呢，慢慢再教他们吧。伟红，你最近做事情怎么那么急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还不就是因为钟慧太不懂事了，我心里着急。我想他已经成家了，就应该早一点立业吧。就算是我对不起我女儿，我认了。桂红，你怎么了？没什么，你早点睡吧，我出去一下。你要上哪儿去啊？去书房。对付我妈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生米煮成熟饭。好，要不然永远都念不过的。走了，快点儿。走了。老公。老公。走走走走走走，你。该生气了。我不，他不会生气，他习惯了。来，手机给我。手机。干啥呀？属于我们俩的二人世界终于来了。哇，好热闹。要不然今晚上住一宿，明儿早上回家吧。不。
钟慧，钟慧，田冲，不早了，该起了啊。老钟，嗯，你女儿不见了。这孩子，早知道他会来这出，当初我们就应该痛痛快快答应他们出去度蜜月的。哎呀，这田冲啊，他能教得出钟慧什么好来？这事儿啊，你怨不得人家田冲，你自己的女儿你还不清楚吗？我当然清楚了，他没有跟田冲之前，他不可能这么大的胆子做这种事情。好了。那跑都跑出去了，你还生什么气呀？哎，赶紧打电话。你好，你好，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哎，那就让他们俩痛痛快快的出去玩吧，啊。到时候他们自然会回来的。等他们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哎呀，老公，你怎么起来了呢？醒了呗。哎呀，好容易可以睡个自然醒，再睡会儿嘛。床太软，睡完腰疼。你有心事？我没有。有。咱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呗。不的。我一想到我妈知道咱俩失踪以后的表情，我就想乐。你咋没心没肺的呢？你才没心没肺呢。这么大的事儿都出了，你不跟家里说呀？多大点事儿啊！结婚当然得度蜜月了，那在家里待着能叫度蜜月吗？度不度的，咱也得跟人说一声啊。到那边再说呗。老公，反正你也起来了，你去买两张去三亚的票。我不去。你去呀！你去呀！不去。啊！哎呀呀呀！订两张机票。Excuse me. Can you speak English? French? A little bit. Perfect. If you have 5 minutes, I would like to have a chat with you. It's okay for you? Okay. Okay. Then maybe we can go over there. Okay. Okay. Thank you. Sorry. 对不起。Voilà, je suis vraiment désolé, comme je disais, de vous interrompre comme ça. Je m'appelle Julian, je suis architecte, et ma venue ici en Chine est assez particulière, vous voyez. J'étais follement amoureux d'une femme, très belle femme. Nous sommes juste mariés l'été dernier. Juste mariés. Exactement, exactement. Nous sommes juste mariés l'été dernier et...Deux mois seulement après notre mariage, elle est morte dans un accident de voiture. Ça m'a détruit, totalement détruit. Je mangeais plus, je ne pouvais plus travailler. Je voyais plus mes amis, je voyais plus la famille. J'ai cessé de vivre, totalement, pour ainsi dire. C'est pour ça que j'ai décidé d'aller voir un psychiatre qui m'a conseillé de partir, de faire un long voyage. Et c'est pour ça qu'aujourd'hui, je suis ici en Chine, à Suzhou.Dans l'espoir d'oublier cette tragédie. Malheureusement, la chance de me poursuivre, je ne sais pas. Oui, car il y a à peine 2 heures de cela, on m'a volé mon sac avec de l'argent, tout mon argent et mon passeport. Et il me reste des euros, bien sûr, mais
sans mon passeport, je peux pas changer l'argent du tout. Donc c'est pour ça que j'aimerais juste vous demander si vous pensez que ce serait possible que je change mes euros et que vous me donniez les RMB en échange. Est-ce que ce serait possible, vous pensez ? Oui. Vraiment ? Ça me sauverait la vie. Vous savez pas à quel point ce serait génial. Merci beaucoup. Oui. Dollar. Exactement. Voici 1000 que vous pouvez compter pour vous en assurer. Peut-être qu'on joue pour faire plus. Vraiment? Ah, ce serait formidable. Vous savez pas ce que ça représente pour moi. Oui. Oui, vraiment. Merci beaucoup, mais c'est tellement généreux de votre part. Merci. OK. 刘月，我今天来不了公司，我家里有点事儿。如果公司有什么事情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吧。老钟，你说怎么回事？会不会真的出事儿了？怎么样，他们也应该来个电话报个平安吧？就是啊，这两个孩子。怎么着也该给我们打个电话嘛！会不会去田家庄了？不可能！哎，我看他们肯定啊是去度蜜月去了。不管怎么样，我先报警。哎，你报什么警啊？你跟人怎么说？说女儿女婿不见了？那怎么办？请问，坐在这儿干等？别着急，再接着打。我一直在打，他们就关机了。哎，不会是田冲把钟慧给绑架了吧？我们不是给他妈妈20万块钱吗？我们家漏财了。好，他把女儿绑架了，等着就敲诈我们呢。你想哪儿去了嘛？我看你是急糊涂了，怎么可能的事呢？我还得报警。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却仍有。